前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。啊。我有另外一个梦，除了我妈妈这个，妈妈下潜的梦，我有另外一个梦。我要去芬兰。啊哈。芬兰。北欧的一个国家。那请不好意思，你先帮我量一下。量什么？一个拳头加一个拇指的高度。一个拳头。有的这样子。啊。它现在的高度。一个拳头加这样子。OK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来做，看它的变化。嗯。啊，有没有一个拳头？有没有看到？我把它，我把它收起来，我把它。加一个拇指头。啊 ，OK OK。连竖起来的。嗯，这样我以后每次都可以量他的进步的程度。嗯，拳头加一个拇指头的竖起来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把。